怎么了？就是那么湿的。哦，我刚上厕所，不小心被水喷到了。那么不小心，我试一下看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我就来就行了。刚才谁来过？我好像听到门铃响。没有啊。可能我听错吧。对啊，应该是你听错了。你骗我，你没有帮我做。对不起啊，我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，结果什么没做。没关系啦，擦干一点，天气照亮。嗯。干什么？别做了。喂，喂，别闹了。工作肯定还做的。不行，这些订单很重要的，一定要今晚处理。今晚可以例外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睡，你早点睡，我先忙我的了。Good night, baby.